要点到我没有讲话，道歉，我没有干扰。我们记者会，先讲我，我站在这里哦，我们在这里，民进党不会有任何人在这里。我觉得这样子，因为大家在我还站在门边哦，我还站在门边哦，我还站在门边哦，我有进来吵你呢，完全没有，你怎么可以说我盯梢呢？你怎么可以说我两边？这不是他，他不要针对他。我没有的时候，你先点名我。你今天没有做前一天盯梢，我不会在门口已经站了超过五分钟以上。我不好意思，我告诉你，而且你完全没有打算离开的意思。陈玉珍在我们开记者会的时候来闹场、盯场，现在继续破坏，不让我们来把话讲完。陈玉珍刚刚的动作就跟这张照片一模一样。他就盯梢，他怕什么？我怕什么？什么？他想要讲给谁听？我会站在这里，对谁来宣誓效忠？我需要讲给谁听？对谁来进行表态？而且现在不离开，这个鬼在哪里？全民都在直播，都在看。你们这样讲要不？点到我没有讲话，道歉，我没有干扰。我们记者会，我们刚刚录下来了。我们在这里，民进党不会有任何人在这里。我觉得这样子，因为大家在，我还站在门边哦。我还站在门边哦。我还站在门边哦，我有进来吵你呢，完全没有，你怎么可以说我盯梢呢？你怎么可以说两边站对他？他不要针对他，你这是公开的吗？你这公开的机会，你怕我看？不要这样子啦，不要这样子，对吧？我只要说的了，不要去。最新的在我们开，你针对我在先吧？不是啊，这么多记者在这里，是谁针对谁在先？而且你说是盯梢，我不能接受。是啊，因为啥？你跟我的，你这个干扰到，一直在不要针对。你一天天针对我，我讲了，我不关心我们民众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叫党团记者会，这个党团记者会。啊，是不是以前讲嘛？伊那么讲嘛有代志吗？不要针对他。伊那么讲嘛有代志吗？他今天不提我，有事吗？谁针对谁？你刚说我们在开记者会，谁又在公然在这边经商？这些都不要针对他，不要针对，是吗？这些也是公共区域嘛。我站在外面也可以被你这样侮辱？从来没有。有，你跟我们说，党团在开记者会。其他党的委员公然站在门口，还乱入来干扰我们召开记者会。对不起，你没有提名我，你真的能这样好吗？你没有提名我以前，你没有提名我以前，我一直站在外面。你没有点名我以前，我一直站在外面了。我觉得哦，大家常常都会各自开记者会。是，如果今天换了这个号，那么明天起大家也收到别人的记者会门口去逗留。请问他是不是先点名我？我站在门口，可是你是不是先站在门口？我站在门口，而且在门口是公共区域，门口是公共区域，你们家的吗？我们现在把画面在观察我们开记者会做什么？他站的是会跟周开场，那我们之后，所以他可以回办公室看直播。好，我刚好经过，站在我们记者会数分钟在那边，我听听你们讲什么不好吗？我对沈博阳跟庄瑞雄都有直接明确法律，我想知道他们讲什么。谁是惹事的人？我没有惹事，你先点名我。谁是惹事的人？你今天没有做前一天盯梢，我不会在门口已经站了超过五分钟。我听到，我不好意思，我告诉你，而且你完全没有打算离开的意思。我现场媒体都录到了。是，如果你只是路过，你只是路过，我跟你强调过，所以你要听，你可以回到办公室听。不用像中共新华社的媒体一样在政论节目上面盯场，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让你如此恐惧，必须如此表现，来跟谁宣誓，跟谁宣布？我请问你，你今天来乱这个场是因为要做给谁看？要直播出去让谁看到你的作为？我跟你讲，我不用你跟我讲，你自己好好的跟全民解释。陈玉珍在我们开记者会的时候来闹场、盯场，现在继续破坏，不让我们来把话讲完。陈玉珍刚刚的动作就跟这张照片一模一样，他怕什么？我怕什么？什么？他想要讲给谁听？我站在这里，对谁来宣誓效忠？对谁来进行表态？而且现在不离开。这个鬼在哪里？全民都在直播，都在看。你们这样讲要不？所以说，大家把这个嘴脸、把这个态度看清楚。国民党现在连党团的党鞭都跑来民进党的党团闹场，大家看到，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，最可怕的就是里应外合。你先讲。这个场面、这个画面，大家去把它截下来，你会看到什么？太
不然请你们离开，不然就请你们离开。那我讲最后一句，我跟你讲为什么要站在这里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从早上10:35到现在是10:55，因为你已经干扰我们记者会20分钟了。我讲完最后一句，你不是单纯的路过好吗？哎，我没有说我路过，我跟你讲，你刚不说你路过吗？我路过的时候我听到，我有你路过吗？我讲吗？那我讲吗？所以你承认你是丁商吗？那就不是丁，听话叫做丁商。你听我讲，我一向很尊重沈柏阳跟庄瑞雄，因为是在学法律的，他们的想法，因为我学的，我想他们想法到底是怎么样，我也想问。还没讲完，听我讲完。所以我经过的时候，我听到沈柏阳，听我讲，我讲两分钟我就走了。我必